Hello， 冰冰郎，你们知道现在在冰岛要买一个很大空地的屋子是越来越难了嘛？就算给你买到哈，位置是属于比较拥挤的地方。我现在给你们设一个空投，现在只需4000的不是，你就可以在冰岛拥有一个 semi 的哇，有很大的 B2 和 land area。听说 carport 还可以绑9辆车耶，10辆车的话就不是太适合的。如果你有9辆车的话，你就可以考虑看看哦。如果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话，你们大概可以省下656000呢。真的吗？656000？真的。喂，虽然10000块借我，我要买屋子，你有吗？走，我上去买屋子了。哇，七点又在关了。如果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话，你们大概可以省下656000哦。